前往呢啲沿途嘅班机即将开始登机，我哋先请需要特别照顾以及与婴儿同行嘅乘客优先登机。同时，我哋欢迎乘搭头等商务嘅乘客、国泰会员以及华宇一家六宝石、南宝石会员随时登机。其他乘客请准备好你嘅登机证同护照，我哋稍后会再作登机广播。登机时请出示登机证以便空中服务员查阅。多谢。各位旅客你好，国泰航空 CX-48 前往东京羽田的班机即将开始登机。我们先请需要特别照顾以及与婴儿同行的旅客优先登机。同时，我们欢迎搭乘头等商务的旅客、国泰会员以及寰宇一家绿宝石、蓝宝石会员随时登机。其他旅客，请准备好您的登机证和护照，我们稍后会在座位。